这位就是这一届的大同乐舞社社长，还没交过女朋友，不过同时有跟三个女生常常联络，所以这三个女生应该都在位置上，可以考虑一下啊。这是他的师父黄威礼学长，这是他的伙伴洪一晨，好，这是他的学弟，谢谢大家今天来到这个现场，不管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你们觉得怎么样，可是我个人觉得我们这些学弟学妹已经非常非常的努力，非常非常的认真在完成这一场活动了，所以呢，我希望在场所有观众可以再给我这些学弟妹一点点掌声好不好？